上期视频我们说了排名在后三位的 BOSS， 那么这期视频我们来说说前两位，虚空幻影迅，生命值5000，攻击力200，虚空幻影猛，生命值5000，攻击力200。虽然说这两个 BOSS 的生命值很高，但是攻击力属实不太行，不过能排上第二的 BOSS 肯定是有原因的。第一点是因为虚空幻影的生存地点火山是最难找的，其次就是因为虚空幻影猛可以召唤出其他的 BOSS 替他们承受伤害，并且还可以给自身回血。远古黑龙生命值2750，攻击力300，熔岩黑龙生命值4000，攻击力600，混乱黑龙生命值6000，攻击力900。可以看到啊，第一条黑龙具有300的攻击力，而第二条和第三条的黑龙则有600和900的攻击力，这无疑是整个迷你世界中攻击力最强的生物了，并且是形态最多的 BOSS， 而且他们不会借助外力，纯是靠自己的实力。所以说黑龙在所有 BOSS 中的排名排第一个是毫无疑问的，不知道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收藏呀。